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日抛一次留影计划第三天活动攻略的星穹铁道 2.4 活动留影计划每日抛一次留影计划第三期。门会出来一个银桶，这里下去左边有个金桶，注意金色相框胎有加分。这里有银桶掉下，天上掉银桶哦。这边两个银桶会蹦出来，屋里有铜桶，背部遮盖。楼梯有银桶滚下来，树边有银桶，金桶注意动作，注意伞上的铜桶容易忽略。哇，门会出来银桶，镜头位置会有银桶从左往右跑，拍完它旁边天上掉银桶，金桶注意动作，注意门口有银桶，如果没有就是卡了，需要退出重开活动。草丛有银桶，接下来有三个银桶一个铜桶，银桶一，银桶二，银桶三，右边跑步向左，桶桶。谢谢观看，如果对你有所帮助，求求点个赞吧。